这个版本的话，上古甜蜜战中有削弱。先看一下这波小六一上来，哎呦，一闪输了，没有一到，要被反打。EQ 闪，哇，这个 EQ 闪是一个逆角度的 EQ 闪，导致的，我感觉还是要死啊。完了完了，这个双 buff 给卢锡安拿到了，下路开没开到，小七一个跳着往下走位，给一个屏障，火箭跳跃，再交一个闪现，点火的伤害是带不走他的。宝蓝这边身上还有闪现，下路这波没能完成击杀，双 buff 啊，哇，这波两个交闪现衔接的技能，还有。小六那边连点出现失误了，然后您这个 EQ 闪简直是稳的不行，稳的不行，稳的不行，稳的不行。这两波其实满伤嗜血，哎呦，来中路这波想打回来，但是一不到呀，要被反打一下。有个辅助，这波想把高斧拿回来，闪现加盛大登场，直接跳起来，差一丝伤害没有收掉。对线对完或者上单对线完，对完也想回家的时候来强行杀，这位置要打到了。好了，等闪现扛塔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这波等闪应该是很危险，交了个闪现一丝血，而且等闪没大招啊，是等闪大招刚才吃兵去了。哎，开到了 RW， 开到露露宽上顶起来一个大招，把斯马老这个轰飞，惊魂过期的效果过了，这波还能再拼吗？交一个治疗，小西这边草丛里视野有点卡，没怎么打到伤害，那只能撤了。他第一时间过去没有 A 到人，卢锡安来了这个时候，但是 Rookie 过来收割了。看一下斯马老这边两个人都有闪现，有双招的怎么办？先过来开击飞到了，那这样可能可以保住，闪现过去打一个治疗嘛，加速太难受了。刚才好像没有 EQ 黄子也对在打小兵，哎，而闪打不过来，进化解被小六一个一闪再次命中，啊，这就是太多了。过这个英雄过来了，你看招召唤师技能了。虫子正义荣耀过来，逼了一个瓦尔基里俯冲出来，艾康这边闪现差一点点，所以这个时候要格外的小心。OMG 中野支援过来，但是罗德被留住了，沉默给个 Q 起来。要交闪啊！这没闪现，这波酒桶交大招保自己一套，却留住了。哎，还有这个爆炸果实，位置可以啊！神奇的爆炸果实，这个 TP 下来的话，鳄鱼直接被电压了。四个人一颗二连拖起来，一技能没有拉开距离，被 Rookie 一顿点，交了个闪现上来，治疗术也给到他了。那等他没有，哇，但是在留了个大招，秒龙，毕竟有一个虫子在，想依靠自己比较高的输出跟斩杀把这个龙给秒掉。Rookie 这边还在阻断，龙的血量下到了2000，酒桶这边不好进去吧，毕竟对面有开 Rookie 开起来了 ，Rookie 要被秒。果然 Rookie 就是被秒掉，这边飞机一个 W 下来，在他没敢正面团战， West 的输出环境还不错，没有人管伤害啊。这个时候小心没有无尽，这个时候没伤害，但再也只能被收。确实还是这个龙，我觉得不打为妙。找宁宁这边在绕，很聪明，但他下不去啊，这样。不敢过来啊，感觉而且没有血量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下面没视野，这没办法，这对鳄鱼，然后把这个鳄鱼的这个身上大龙 buff 给打掉。看一下这波打完一瞬间，小五上来开 Rookie 很关键，这波要。没看到 Rookie IG 就撤了，没看到 Rookie IG 从下面走了，没办法， Rookie 没闪现，两波都是这样子的，你进化跟闪现不同 CD 的话就没有用。两辆了，两辆了，两辆车了，现在来一个暴击，打了个闪，闪而闪过来，直接凭借着耀光触发之后的特效继续击杀。哎呦，感觉没吃了一下，给了个治疗抬起来了，给了个治疗抬起来了，不能再打了，身上是有那个反甲的，别等会把自己给打死了。哎，中路这边再开，开的不错，宁那边被炸回来，露露给了个大招保了一下，踉踉跄跄跑回自己的高地，感觉要出事情啊。哎，中路，哎，外子被抓住了，我 buff 在身上，能不能 A 到下一下？他身上是有闪现的，疯狂走位，哎 ，A 到了，先交一个护盾，终于是交闪现了。这波闪现感觉要早一点交啊，舍不得交，多交一个召唤师技能，还而且还被鳄鱼包了。出事了，这有点难走了，没了呀，被你粘住了，压在这个小炮身上了，对不对？小炮现在已经出了青云，提早要不来了，来了，这波进化给解掉了。小西思雪开了个治疗术往后走啊，但是被酒桶一个大招给炸死了 ，double kill 一个大招两个人头，一击毙命。再来一个先手，小虎没有先手到人，被吃掉了。但是下路的高地塔已经被推掉了，就过来输出等晒。夕阳这边血量肯定开个大招，噱头也出发，把自己的血量上限给顶了起来。艾康这边直接上去，虽然有反甲，但是没什么血量了，直接被艾康给收掉。那下路的高地应该是要破了，而且这波可以继续尝试一波了。我觉得有一只远程小兵，让鳄鱼先扛一下塔。
只有露露守护着这个卢锡安去清一下兵线或者守一下了。那个下一波兵，然后打最后想秒这个位置，艾康打得比较的凶。下一波兵线已经来了，把露露逼回去之后，这个高地塔是来不了的。这一波硬着头皮了，这波硬着头皮打了。有吃有大虫子的大招，可以打血量比较低，看一下救赎给自己奶一口。这个虫子还没到吃的血量啊，小六下来，虫子被吃掉了，这边打起来，落的血量有点低，被小炮的爆炸给炸死了。而且 Rookie 在这边可以输出到斯巴鲁，斯巴鲁这边 Rookie 也杀掉了，就能跟他站在那上面。艾康也完成了一个收割，差距形成了一个二打三，鳄鱼还在往这边赶。看一下赛顶在前面，两个人不敢赶上去输出，而且这边夕阳赶过来，那只能卖等赛了，等赛这边再见。对，这波是要卖的，因为家里兵线太差了，水晶给保下来了。看一下这波龙的角色，其实我觉得 IG 在这波龙的角色已经非常正确了，他们在。看到对方人来的一瞬间，第一反应是先让的赛留在龙坑里，然后让其他人先出来打人。但是小炮后来就是吧，可能他还是走不了的，但其他人都能走。最后的雅典娜，最后的一座枢纽防御塔，一上去打一套，但是回身的爆发太高，直接把宝蓝的大招给逼出来，过来再开入侵计划，叫一下回身，秒掉了小五。正面开枪，等下开枪，我这边给扛住了 ，EQ 上去，这波 OMG 要撤一下，大招做出沃德六，现在有个蓝盾，算了，这边虫子给吃掉了，沃德六。在下面也被小炮收了，小炮再往前跳跃，两个人交一个位移，赶紧跑，现在要守线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守线。连线的太多了，现在看一下这波，宝蓝这个大招给的关键啊，没宝蓝这个大招感觉保不住 Rookie 了 ，Rookie 这边一上去打了一套，回身一个暴击 A 在脸上，直接把大招给顶起来，过来开进化解掉魅惑的一瞬间 ，Rookie 是滑出去了，看一下这个大招打的位置，是的，哇、哦，满血，实验尾石斑甲去秒了，一口没，在实验尾石斑甲最后的持续时间之内给咬掉了，是。中路的也来了，中路的也来了，救赎直接撒在脚底下，强行推的最后一座基地塔了。哎，开没开到一幺零，强行盖，但是被反开，皇子瞬间被秒，鳄鱼在前面顶着，大虫子闪现过来，看一下没有吃到，没有办法，距离不够。那时间有情况过了，虫子应该是只能等死了。艾康这边伤害很高，侧面的话小六跟 Rookie 做一个皇城 PK， 但是 Rookie 这边只能被打退，小六交一个闪现，一个蓄水花纹，一巴掌把他给拍死，打了一个零换三之后，应该是要一波推掉结束比赛，把比分扳为1-1。我们恭喜 OMG。恭喜 OMG。最后一波您的选择是确实没办法了，不得不开了，最后一波已经。在这个大龙丢掉之后，阵容的有一些些的这种小毛病就暴露出来了。就他唯一的开团点是一个皇子，但是这个皇子呢，盖谁感觉都开不起来。而且关键是你那波打完丢掉的东西太多，导致对方的双 C 拦不住了，拦不住了，导致飞机跟侠的伤害太高了。跟上一把有点像，上一把是所有的经济都集中在一个卡利斯塔身上，有点拦不住。他这一把两个 C 位的经济是吃了很多，人头和助攻太多了。是的，对，被一条水龙吸引住了。这那一波真的不该打，而且。